今天我们要来制作200倍大的巨大骰子牛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，阿星，什么阿星？大家去夜市是不是常常看到，不管是全台湾哪家夜市，好像都会卖骰子牛，对不对？而且就算你不在夜市的话，有时候去家里附近，甚至还会有专门卖骰子牛的摊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做巨大的骰子牛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一般的骰子牛的那个太小了，对，太小了，就吃了很不过瘾。好，一盘可能就要100块、200块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自己花钱买回来做做看，然后看看就是做起来的，就是那个价钱会比较便宜。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还是不贵，对，因为很贵。还蛮贵的，一盒多少钱来着的？200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花24680，1000多块，1000多块的巨大的骰子牛。那我们今天要做多大的巨大骰子牛呢？它是原本你在夜市看到的大小的200倍，200倍。那不是只是很单纯的把就是肉全部合在一起。那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只是很单纯把肉。对，但是它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单纯。大家去吃火锅啊，是不是常常有听到有一种东西叫做组合肉？对，就是它不是原生的肉块切下来，还是用不同的可能是肉末或者是肉块，然后把它拼在一起。那其实这种东西，它会需要一种东西，有一种结合剂。那这个结合剂嘞，我们今天也买回来了，超酷的。这个很难买，第一次看到。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已经同一个影片已经有3个人做了，肉质上上剂。对。所以我们是看到其他人做之后才去买的，不是，是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，就已经有同一时间上一个影片，差不多的东西已经做了。你不说的话，没有人知道。你不说的话，没有人知道。这比我们红，好吧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看到这个跟他们用的那个是不一样的结合剂。对，这个是日本，叫做特林素粉剂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些肉全部拼在一起，然后给它放个一天一夜，看它会不会就真的组合在一起。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再去吃它，看看这个。现在第一步，我们先来把肉撕开来。你看到这样，我已经完全没有想要吐槽的意思了。它里面的肉呢，就看起来像是这样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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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好多块，之后做出来大概就是这样一整大块的肉，它这样看起来是有点恶心。接下来我们把肉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剪开，然后用我们的一些工具，之后在里面想办法把它给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要准备多少的分量？随便，这样会不会吃下去然后身体会坏掉啊？太有血啊！用量以3g一 kg， 一公斤的肉用3克，可以加3克以下限制，所以第一锅就可以少于3克。对，3克很少哎，3克很少，一公斤的肉哎，一公斤，我们减比差不多1.6公斤，我们就2公斤，他骗我，我们就2公斤，他减你写400克哎，可能是因为有塑胶的关系，没有哎，4-5。是啊，这边有发现你啊？为什么说的好像你也说我怎么一样？微胖，可能是因为有塑胶的关系。我们要用6g，就是6克以上。小于6就5吧。哎，这么多肉，它只要用6克哎，然后买1公斤回来哎，所以可以碾几头牛，你们算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就这样一坨。接下来嘞，我们要把。水加进去，要加点味道吗？不要。只是水，骰子牛可以粘一点芝士进去吗？可以不要吗？酱油还有一些胡椒盐，帮你加一加了。加。因为吃到肉跟肉之间还会尝到不一样的味道，我就觉得挺不错的啦。喂，不融哎，融化不了哎。他先用手去搅，但是他手放进去会有点粘住。不会吧？所以它是胶水吗？哎呀，它是一块哎，好特别的反应哦。我不会想去碰它了，剪包就好。来到我这个地方，把肉加进去，第一包，第二包，第三包，最后一包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不要告诉我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可以不要告诉我吗？什么大胆的想法？我们先把那个肉，弄好。组合成一个
箱子，然后把纸丝放到中间，然后在上面再盖牛肉，把它连在一起。哇，那就是起司流星骰子200倍。你的中文的架构跟结构是不是有一点英文？因为那个是好了，完成了吗？应该是还没。好，那但是要容器。下一步我们要准备的是一个容器，然后把保鲜膜就是盖在上面，因为我们要骰子聊，要聊这个方格的感觉。你知道你直接不行吗？我看我们的工作室已经穷成这样子。上一个是谁用？就你之外，还有谁？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，但是是没有融化的，它可能也不能够太融化吧。总而言之，就加进去，然后搅拌它。有，好。不要，来加。我们会不会还没有就是那个弄好之后它就凝固，然后就粘在一起了？应该不会吧。它的正确做法是什么？好，真是令人安心的对话。我们把刚刚的东西跟一些牛肉加在一起，然后看看最后变成什么样子。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。觉得现在肉感觉有点软软的，融化的感觉。救他回去，来，到了，哦，终于，拿出我的月光宝盒，来到今天最麻烦的部分，把一块一块一块的肉全部夹进来，然后想办法把它摆得正正方方。现在做了大概这样，现在中间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能要塞一些东西在里面，可能是一些起司啊之类的，绝对不是偷工减料，好肥哦这个。已经想好寄给谁了吗？好像 有人很久没有很久没有收到了。有了，来看一下，哎，好重哦！里面加了很多很多的起司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给盖起来，所以要再加一层。完成，超巨型。骰子牛，接下来把我们的保鲜膜给它弄起来，一二，好，哇，好大，好美啊，超漂亮的。我们应该会在冰箱里面冰个给它一天一夜，天，嗯，然后看一下它会不会真的粘在一起。我们现在把它弄得紧一点点，完成了。嗯，然后稍微塑形一下下。需要挤点东西在这边啊。要，拿你的手机。不要。没用了，不用了。哇，啊，冰到冰箱一天一夜，我们明天见。经过一天一夜，我们把我们的撒尿啊，不是撒尿牛王，我们把我们的巨大骰子肉做好了。哇，它们粘在一起。好像有吗？我不知道，直接放它出来吧。来喽，二三，血淋淋的，合在一起了吗？来，先把我们的烘焙纸放上去。我现在避免我眼睛看过去，我现在有点头晕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！这是我拍高是吗？最不舒服的一集，认真。啊！完成。好了啦，不要给别人看到东西。不要，完成了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放进烤箱。你觉得这个要烤多久它才会熟啊？一个小时吧。没问题啊，牛肉可以吃，就是五分熟、三分熟也都是 OK 的。这应该是不错的牛肉吧？它有粘在一起吗？看起来是有。希望它有，会烤的时候会酥少，然后就散开来了。我不知道，一个小时后就知道。进烤箱，等等见。
YouTube 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来了，恐怖了吧 ？The darkest day on YouTube。我们把它切开来看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外面那个是起司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猜是起司哦。我不想猜，你要试一口才知道。我觉得你要试一口，200倍大的巨大骰子牛。哦，有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哇哇！没有连在一起，我知道啊，那个根本是假的，骗人的。我们放了一天一夜啊，然后起司也没有溜出来。对啊，还能够更糟吗？其实只是乱丢骰子牛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《魔物猎人》里面那个棒棒肉吗？嗯，后来发现吃起来其实超棒。嗯，所以也许这个更棒。对，也许这个更棒。我不要，我不要那个，我直接吃一个它的原味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先帮我治片尾吧。这节目结束吗？我认真的。好柴啊！我不想寄给别人这个。我们来试试看中间有起色的那一块，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。你打打给马斯。有啊。不看外表的话是食物，不要紧。我们是 YouTube 复仇者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这样子 ！See you in 拜托 Adventure YouTube Adventure Free。好了，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按照这种，我给大家评分是硬爆了。如果爸爸们喜欢这种巨大化的料理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们 like。大家喜欢的我们知道，也别忘了到我们的粉丝团点个 like。妈妈告诉我吃东西不要讲话，我们下一个用吃酷感，拜拜。你知道骰子牛为什么叫骰子牛吗？因为它长得像骰哦。好，我们继续。